老板，给我拿把小螃蟹。哎，大聪明，你套个袋子干嘛？这都被你给发现了，还是不够谨慎啊。你这又是整的哪一出呀？我这不是买点零食吗？怕在路上被熟人认出来，我才不给他们吃呢。那你这就是多此一举了，你在这吃完不就行了？哎，有道理啊。来，老板，给你钱。来，大聪明，再找你五毛。哎，还是不行，万一路上有人抢我钱咋办？哎，对了，还是这样安全啊。哎，别走，看过来，小时候的这款火爆金鸡辣条，吃过的都结婚了吧？吃起来啊，又香又辣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喜欢的宝宝下方小黄车直接带回家吧。来来来，看过来，80后90后对这款小零食肯定不陌生吧。嗯，又香又脆，感觉回到了小时候。喜欢的宝宝点击下方小黄车直接购买吧。来来来，看过来，这个叫水蜜桃，又叫锁喉桃，听说能锁喉，我不信。嗯，酸酸甜甜，嘎嘣脆，帮大家测试过了，一点都不锁喉，大家可以放心购买。来来来，看过来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果冻，叫啥名咱也不知道，听说卖了100多万单，有葡萄味的、荔枝味的、草莓味的，还有白桃味的，一包里面有12小包，一共48包，给大家尝一个草莓味的，看一下哈。嗯，真的很好吃，一股浓浓的草莓味儿，关键还是很划算，就只要9.9就可以带回家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辣条中的天花板，哎，辣死了，哎，辣死了，越吃越想吃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快拿水来，快拿水来。